我们的虫要被炸了。可是我还没爽一次而已。对，就是爽一次。只能爽一次。他只想要爽我们一次而已。重点还是虫虫。终于有钱了。虫，我记得我塞一个箱子上去，不知道有没有被人敲掉。虫基本上塞箱也没太大的作用啊，因为它都是直接用炸的。嗯，我好辛苦啊，在那边猜。音乐哦，嗯，他没有想过放的比猜的还要快吗？我刚刚把他砸下去过、啊，收到了，再一发哦，终于有钱人，我能给你个翅膀、啊，好感动哦。哎、欸，又收到了，好，皮的坑钱的家伙，好，你才坑钱，你才坑钱，你放在储物柜也会被偷。哦，对哈，有一个坏女人。怎么会啊？怎么会？哦，我还是拿起来好了。我刚里面放六个手榴弹啊，小雨有没有很心动啊？哎、欸，这是他谁呀？哇哇哇哇哇！看巧，看巧，哥，你看有什么？给你，还有什么？这个，等下再给你。还有这个，好，拜拜拜。我要过去了。再见。要出征了。出征。再见了。再见了。哇，没有看时间。对，没关系。我努力到对面，所以是多少的时候会再给我一次输啊？六百秒，六百秒，十分钟、嗯。OK。哦，他去干嘛？我找不到他们的国王啊！他们国王也是躲起来了。哎、欸，没中，可恶！这样有看到吗？有，发光了！哎、欸，我把银色射死了，差点忘记我要买天眼了。我也有买，我刚刚没注意到。我的摄影院，嗯，中间也要准备那个喽，芊芊。好，我们家下面有一个，嗯，虫虫那里，哇哦，他只炸三个啊，200。哦，可恶，没有炸到哈记，哎，没关系。嗯，那个弓就给你好了啦，我自己再做得出来。哦耶，繁星，你有没有准备去中间？好啊，看你刚好裸体着。裸体着。你去中间，我就可以远远的看着，盯着你看。我看这辈子交不到皮手上了，有那么可有那么夸张吗？没有，那个600秒了。哎哎哎，都可以通灵啊！怎么又结婚啦？怎么又结婚啦？我就说不要结好结满，你要求婚你哦。各位投票啦！哎呀。好，小雨，拜拜。就是小雨啦，走开啦，走开。拜拜。他在哪？他在录制。他在回家的路上了。哎、欸，小雨，你还真的偷走箱子里的东西哦？先拿一下嘛。好啊。你都提醒了，我就去拿一下啦。你提醒了，你不收走？没有啦，快，赶快按确定啦，赶快按确定啦。确定，洋洋。更来不及了，老啊。已经回去了，没有，他已经回去了啦，他只是还待在这而已。对啊，对，他只是还没走而已。他只是没走，他不要赖着不走。我趁机偷射他一下。哦，刚追他后面，忘记我们是蓝队。我可以稍微回去一点了。阿皮，你到底在哪边啊？我这个书也要送到你手上啊！我挖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有点远。我们的桥还没盖好，要想办法盖。行，我在想，我附个膜。话说这个落雷是现在就可以用吗？可以啊。可以，它是现在改成随机移位地方，对，它不是全体了。哦，我不要让我听，我雷到谁？那我也雷一下好了。哎、欸，20，他不会等一下通知？我怎么就知道雷到谁？你能直接看到了？他在空中看啊。啊。他们有一把弓哦。嗯。一拳，耶！立刀，旁边，回头。哎呦！我在这后面。好，没事。哎呀，按错啦！你要干嘛？啊、到隔壁群去。你是不是想叛国啊？路都铺不好。想叛国？哎、欸，那个炸弹也在你那好。对，好，你留着。一拳我要继续拜拜喽。好，皮白，这什么神秘小路啊 ？I cover you， 他们应该会用弓箭射你。哎、欸，发光的时候提醒我一下。哎，那就我有翅膀哦，这里有，射下去就救回来。是你射，他们射？我射了。看一下他们在干嘛。哦，他在射了，我又屁股痛，射你屁屁。不要来射了。我要搞附魔吗？搞附魔可啊。用一下吧。那我丢上去好了。啊，哎、欸，他丢炸弹了，有炸弹和鱼。嗯。他有丢到吗？没有。鱼掉下去。然后，不晓得为什么他就死了。
啊，小雨在丢炸弹。我炸到你，炸到你，炸到你。拜。我没办法，我刚不知道怎么走。我又开始卡啦。你卡了？卡啦卡啦。嘎啦嘎啦。他们是哈记啊，哈记在射。啊，小雨有炸弹。嗯，对。魔女耶。挖挖挖魔机啊，我先去挖一下。我刚钱都花掉了。小雨还想要炸我，没水准。啊，多买一个。阿金在啊。臭小雨。我知道空中现在是我们压制着。嗯。还是你在上面弄他，然后我跑过去他们那个底下打他，也可。反正我现在就先在上面了。嗯，不然我觉得哇，他的臂力也太好了吧！丢到了，塞进去，又丢到那上面了。好猛，没丢到我，我一直在跑。闪电异形，场上有 TNT 哦。嗯，闪电异形，哇，中间都在中间。对，我去他们那边，可以趁机弄他们。有他在看我，他在看我了。好多白色的，我们可以落一次雷雷。落啊！一下哦。怎么那么快啊？不知道。我也落一下。所以落雷还是很夯，因为只是现在变只有一个落一个人而已。音乐拜拜。你想那个现在附魔很强哦。真假的？你怎么知道？一点一四啊，就是全部都可以在一起。全部弄在一起。眼神要被改掉了吗？现在还不是啊！哇，他们现在注意到我之后，没中。感谢回许丁。什么？我没中？不是我啦，我在射他几，哎，中了吧？炸掉！炸！啊，没炸到那个，好可惜。哇，他有可能装备比我好，我就只有一把弓。我在他们这边晃，我在他们这边晃，他们现在注意力在我这。可是其实不太能够铺路啊，就是哈基一定要去，哈基白痴，他死了吗？没有没有，他快死了。啊，两位，我不会放在家里。哎，对啊，为什么在家里啊？哎，吓死我了！怎么了？有事吗？家里有苦力怕。家里呀，本来就会走过去哦，伤心欲绝，白痴啊，两人凋零阵子。我的天哪！哇！你为什么不要我？白痴了，他这是永久凋零的。永久吗？要到你死掉为止，是不是？对，一定会死。好吧，那你还是得死啊。对，我去摔死了。先去死吧。那我把你这两只塞里面。其实可以放里面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我就喜欢豪华的婚礼嘛。败家人。哎，红队的，红队的。啊，有个离我这边超近。你说发光过来的那个吗？对啊。我过去帮你，我过去帮你。他跟我擦肩而过，他跟我擦肩而过。地表哎、欸，他以为你看不到他。那是小雨啊，那魔女啊。我是武林的臭魔女。臭魔女没有，他走过来啦。臭魔女还在放屁，还在放屁。怕、啊。還在放屁。好啊。哎呦，谁呀、啊？追爆他！我是被落雷打到。哦，楼上有人在空投啦。喂、欸。啊，因为我已经空中没了。啊娘，我有。哎，不是。小心哦、喔，小心哦、喔，上面哇，他已经攻到我们里面了。对啊，哇！我现在没有什么技能，没办法做事。有没有雷到他、啊？好像没有。我有雷了一下。盾牌被我捡走了，我就先接收了。还有牛排，好吃。楼上有一只红的，有一只红的。哎呦，是谁呀、啊？好痛啊！因为他装备，因为他刚刚死过很多次。他有他铁装。废话，铁装。他说附魔啦。他应该炸弹也不多，所以他刚来到我们上面却没有炸我们附魔台。嗯。反正你原本就没穿装吗？是附魔台。等等，要小心哦！哎呦，又有人在空炸、啊！我换箭矢，我换箭矢，箭矢头了。要继续追吗？哎、欸，后面有那个小雨啊！你干嘛自言自语啊？一点，你可以用一点基本的附魔装吗？好啊！真的是基本的好。我26块。我天哪！小雨又一直从地面过来哦。嗯。杂货人员。咦，杂货人员现在改什么了？哦，在这里。
死。看要不要有人去铺路啊？我这边空中也压制他们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再挖鹅卵石。他们两个弓箭手。这下面这是谁啊？哎，看不到。嗯，有，等一下，有隐形的人哦。哎，小雨怎么在这里啊？走开。看到没有，请你可以开一下。帮忙举盾，还是射到啦！你哎呦，一下就好痛啊！搭兵哎，下来就打人。他那个至少强势，我没有防弹，太痛了。把这箱里的酒喷一下，把地没。我们劣势哦，第二天喽，快要第三天了，什么办法？投射物保护，你可不可以加点用？没有投射投保就是防弹，很好啊。现在需要吧？我就是三箱子野啊！我们四筒一下就快死了、啊，他们又来了、啊、又来了又来了，两个人两个人。我先把重要东西塞箱里。炸进来炸进来、哎、炸进来！哎呀妈！啊，底下也有底下也有！哇，我们射到了射到了！他、啊、那个装备太武器太痛了。我看看哦。啊！是被捡走还是被炸掉了？炸掉了，炸掉了，炸掉了吧？他们好像现在都会随身带一颗 TNT 啊，不让我们捡。没有路可以走。强三公也没了，我们真的需要附魔或者是反炸回去。哎、欸，这里有金苹果是谁的？哎、欸，不知道、欸、他们掉的。没关系，你拿掉，你拿掉。我问你们，这有陷阱 还有一个盾牌，还有一个盾牌。这边上去的路铺一下。有石头吗？我这边有。36完了。凡凡，你装备都还没有啊？我没有啊，装备啊。会，你要铺路过去炸吗？我要去过，我要过去，我要过去啊。好。这个钱，我也不知道我能干嘛。发光了。发光了，我先离开这里吗？还是？还好啦，他们没有过去，而且你有技能都有，不是吗？我下面有个人。你下面有个人，那你就退了。是我丢的、哦，是我丢的。我也在丢他们了。哇、啊，结束了，刚好。我天，到一半。这边有个盾牌，看你们谁要。我去。还没盾。然后。哎呦。现在还有什么可以做啊？皮安准备哟。哦，你们好吗？要把中间给炸掉好了。嗯。你们 OK 了吗？可以了。Young K。提个两组钱吗？放厨房。好，要来弄个弓。哦，哎、欸，我怎么用？你们家一次垫脚石500颗，看一下。哇，什么东西？为什么用我们两个？为什么都是我们呢？抗性很棒啊，很棒。就不要离婚。再塞一套宝衣的进箱子，一瓶也可以存。雨月速度比我们快，可恶。你知道塞什么？宝衣的装备就给我穿哦。对呀、啊。中间下面还有100块哦，我没垫脚石，我回来挖。我已经可以算得那么准了、啊。我再塞一把风二的钻戒，我把垫脚石放进，哪里有箱子？嗯？哇，死了！我怎么了？你怎么是几垫啊？我们箱都被炸掉了，没箱了，没箱了。对，啊、保险箱啊，保险箱啊，保险箱、哦、他满了，还是我再把它升大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再升大。可是升大好像会蹦出来一堆，你可能要去捡一下。嗯，哎、欸，真的，哎、欸、呀、啊，直接喷出来，直接大爆射，喷了，哎、欸，有攻击，那边要赶快铺路，然后去炸虫，这边攻击，哎、欸，有人可以去，箱里我要塞一把强二的，好，一选现在看可以好一点的装备，然后防弹为主啊，防弹，我没钱啊，哎、欸，再等一下。哇，这雷好爽，一直雷耶！余钱给你，余钱你不是那个哇，他们已经冲过来了。你不是很多那个吗？垫脚石、啊。对啊，帮忙铺路。哦，还是凭你去弄装备，然后我就铺路。楼上这里有点危险，楼上开始轰炸了。对。我看看喽，我也想办法。谁要吸到一把剑？动起来！丢！真的该全员动起来了！天哪、啊！我没钱了、啊哎。小雨，他们都在炸。哎呦！哦、呦啊你啊喂！哎，你小心，你小心，先盾着。没空，没空。是不是应该换一个盾、啊？小心哦、喔！铺哪边的路？
往他们的虫虫，往他们的虫虫，疯狂的在炸，我的天哪、啊！他们在也在炸我们虫了。哦，那我是不是从边边扑过去比较好啊？可以，我們空中已经有一条路了，看你要连着，或者是从边边也可以。加减对一下，应该是从这里吧？不要炸我，不要炸我！哇，发现啊！重点是他们杰克一定会躲起来、啊。嗯。他掉下来，他掉下来。我的东西，我的东西，不要给他捡，不要给他捡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东西有，东西有。哎、欸，不要杀！好好好，没事没事。我刚掉下来的东西。